山河剑心幕后剧场，别名什么都有。阿乔，剑借我用一下。不借。不要那么小气嘛。我提醒你一下，上次借剑你拿剑刮了鱼鳞，鱼你不也吃了？上上次借剑你拿剑去踢鸟毛，鸟你也吃了。山河同辈剑怎么可以当菜刀？你啰里吧嗦到底借不借？给，这回万不可拿去下厨了。放心吧，绝对不会。 2000 years later， 鹦鹉师，这些黑色的发须是什么？你还用山河同辈剑镜面吗？我有事，我先走了。